距离我跟苏珍八周年纪念日呢，只差一天，你不要吵啊！你看我几厉害，他不吵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算是要给苏珍一点小惊喜啊，因为去年我记得我是做饭给他吃是吗？好像是啦。哎，所以那个情人节呢？哎呦，你这样都忘记啊！公牛雕，我想一下，去年八一号我们在哪里哦？所以啊，我已经忘记掉去年八一号我跟苏珍去哪里了，让我 remind 一下。你看你也不知道八一号去哪里，我也不知道八一号去哪里。代表我们去年八一号过得多么无聊，所以今年我要让它精彩一点。我要做什么呢？就是等一下我要去找一个蛋糕老师，亲手做一个蛋糕给他。因为我觉得我们这种八周年情侣啊，买什么送什么已经不重要了。其实我们基本上也没有互相送礼物的一个习惯，所以我想说就做一个亲手的东西给他，亲手做一粒蛋糕给他。那这个蛋糕其实他会非常非常喜欢，虽然我不懂会做的美不美辣，但是那个蛋糕一定是好吃的。那衣服是之前我们拍那个有种朋友歌的时候印出来的。那今天因为我做蛋糕的时候没办法带着苏珍去嘛，所以就带着有他的衣服去哦。Let's go 找蛋糕老师。我们蛋糕老师已经到了。Hello， 我们的蛋糕老师林林老师。Hello， 你好。为什么会找林老师呢？因为基本上我们不管什么节日、谁生日哦，我们都找他做蛋糕。那蛋糕真的是，我可以称你为什么？全马最红的蛋糕老师。哇哦，谢谢你。你们去看他 IG 分分就知道了，他 IG 分分都比我还红了。请问我们做一个蛋糕真的像公司吗？我搬我整个家过来好不好？真的把全搬过来。Almost。感觉这边都不够放坏东西。这个桌子。我没想你这样矮啊 ，sorry 啊。哎，我不懂，苏珍看了这影片会不会很感动啊？我们找林林老师这个 cake 哦，我没想到这么麻烦这东西哦，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做 cake 啊。我平时其实也没有做什么下厨东西，煮那种罐头东西我最厉害之外，这个应该算是我人生第一次这么辛苦啊。然后我怕林林老师太矮哦，我们准备一个椅子给他。啊，谢谢你，这真的好像有点矮啊。你 cake 会放在这个上面吗？这个桌子太高吧？不是，就是要放在这里。两边的问题啦。大家可以放在桌上，你看一放哦，你的脸就看不到了。不要看我了，看你啊。请问这个是什么？你们最新 flavor 还没有出啊，八月明天喽。林毅老师讲这个口味是明天才会出的口味 ，Earl Grey 啊。Earl Grey。对，这个是给我们 test 看好不好吃。嗯 ，Can you give me a feedback？ Feedback， 我是很真实的 feedback 哦。我现在在不好意思跟我讲不适合吧。有请我们的林毅老师。第二我们做 cake 是什么啊？你可以用英文的。Okay, today we are going to make a dinosaur. 哇，你还真的用英文的、啊、喂。今天我们做恐龙蛋糕，这是太妖的一个元素啊。Yes, 我们就做一个恐龙在上面，然后是 3D 的噻、啊。嗯 ，3D 呀、啊，那我会起高高的。对对对，所以你加油哈、哦。你觉得我这样做这个蛋糕啦，会多久啊？如果你随便做的话，应该两个小时可以做完。随便做两个小时 ？Maybe 两三个小时，但是你真心做的话 ，Maybe 5 hours。Oh my god！ 两个小时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马上做哦。嗯，对。cream 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口味是 Oreo 巧克力啊。Yes， chocolate Oreo。苏珍最喜欢的口味。我通常不是这样子用汤匙的，我是然后这样倒了 Oreo。我很像那个 McDonald 那个 McFlurry。基本上，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哦，不在你的家做蛋糕吧？嗯，没有没有，在家吧。只在家做。对 对。这是你第一次在外面做啊？对对。Outstation 啊，今天。What outstation? Out the house 。手很酸哦，什么都没解释。酸，还开什么了？今天我们的蛋糕呢，其实你们可能看不出，转过来看是一个爱心的形状。我们要给苏珍八年的爱，我觉得苏珍应该吓到哎，什么？他应该没想到我继续做蛋糕，而且应该更加没想到我会找一个这样厉害的蛋糕老师。那做出来可能像大便一样，他应该没想过会找你。It's okay, got my name back. 给我们放在中间。给，要放真的没？啊，转真的给了。小心哦，很软哦。那你这样放，你这样放过。要要哦，这样子、啊。嗯。哎，我要跟大家讲啊，这次 get 是我们有 base 的，因为你如果没有 base 会花更多时间，所以我们大概是从18线开始做起。对 对。我们跳了18线了。我做先啊。那你做先。我只会折啊。第3层了哟。所以就是从不一样的 step 吧，你们看我。
我们要上底气，然后过后才可以上我们上刚上的颜色哈。嗯，如果再上我要颜色一样也 OK 啦，只是外面这是 Oreo 味哦，像那个蓝色掺的那个 Oreo 就看起来不好看。哦，会掺色，讲就好吧，当做是我方哦，这段剪掉啊。你们觉得是不是会感动吗？这算是我认真了，很认真了，我不是随便的，就是我花几个小时在一个地方来做给。哎，留一句话给叔叔来。希望你未来的遗产会留给我。哇，蓝色呀！你为什么想要做一个蓝色的给？他就喜欢颜色。其实不是他最喜欢颜色，他喜欢绿色。哦。但是因为我们以前拍拖的时候，就是那个 iPhone 屏幕机那个 Love 没，我不能想放蓝色的 Love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想说就做一个蓝色的 Love。桃心来的，这不是 Love Shape 哎喂，它是做 Picasso Cake， 很像那个桃子嘛，鼓励我们做 Shape 出来哟，是吧？好看的，谢谢，我的不错，你的啊？你讲一下，你看我的，不错的，哦、oh, ，OK， 某种程度算的，你的那个温柔啊，就是做哆啦 A 梦。我先背一下我的 shape 出来一点。这 N 是我做了，不可以啊，这不可以救回来的。我们就是要真实的。做不动了哈、啊。不动不动。不动了啊，我做我的。你为什么要粘住嘛？啊，什么？因为我才看到我的 love shape 在哪里。差不多差不多。这边圆形了哦，可是你看到那个？可以吗？还算不错吧。蛮像的吧？这个什么呀？蛮像的。颜色是一样的。有了吗？哇，有了吗？哦，救回啊！我的形状。现在就是要做我们那个蛋糕上面的 3D 恐龙。林林老师跟我讲，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，它算蛮难的。对，蛮难的。而且原来它的 3D 模型里面是有蛋糕。老师的作品，到了到了，对。老师的作品，普通老师没有，你的比较像李准的。我成功碰到我，你幸运罢了，下一个你更幸运了的。嗯，这个有点。Oh my god! It's okay. You know why? Because you're going to curse me. 这第二个都真的吗？可以了。啊！到我，到我，到我！怎么全场这样静哦？喂，你们等我出台一下，等看戏先，空降。歪了。哎，还可以耶！OK OK。空降成功。另外一次啊，就没办法了。其实我们是想要这样子的，但是想要不一定做到嘛，我们就放下面喽。你要放这里还是这里？这个空。这个这样子比较容易。Oh, easy， 搞定，搞定。我们差不多花了四个小时左右，终于做好两粒 cake。嗯，谢谢林林老师的教导。现在就是成品展示时间，我们让老师的现在开始。
老师啊，果然就是啊，正常发挥啊。这种事对他讲是少少事哦。那到我了，我这个是超乎想象哦，我从来没想到我可以做到钱。老师几级好？这是什么来的？这个是恐龙啦，但是我不如大家看，看得出是恐龙啊！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各位，我这个已经算是超于常人的水准了，算是不错的。老师只是正常发挥，所以这次应该算是我赢了。OK 啦，你赢了。非常谢谢我们的琳琳老师四个小时的指导，耶！成功做出一个蛋糕，明天就打算送给书生了，希望他会喜欢啦。可是怎么抠手相机？怎么要拍我？欢迎来到我们的惊喜影片。怎么八月要惊喜影片啊？那你以为我会没拍影片吗？我已经拍好一个影片了，现在就是结尾的时候。怎么来的？你不懂还要做什么？怎么？你闭上你的眼睛，给我你的手。那个东西？什么那个东西？那个职位啊，不要让我马赛克整谁吧。哦。闭上你的眼睛。你们都懂什么东西？来，拿到那边。OK， 你要看那边啊。什么 ？OK， 这个时候我要给他惊喜啊！有请我玩，安迪我来了，坚果。我不相信。看那边。OK 了。OK 了。看着我们，看着我们。你们比较好笑，我觉得。给人惊喜是看他，你看我要干什么呀？鬼哦，很烦嘞，快点！各位观众，常有亲手做的八周年蛋糕，不敢信，这不是你亲手做的，这还是亲手做的，亲手做。有影片，有影片，有影片，看到没有？黑板头，这是你做，不相信，这是明明是我们最爱吃的。叫我做的，你发誓？我发誓。大家看不见，走。这是本人，他本人教你做。是人？这你不是偷到他的？是哇！看到没有？哇，本人教你做啊！全马最红的蛋糕老师来教我做蛋糕，就为了我们的八周年，没吓到哎、欸、！Oh my god！ 我刚讲话讲的设计啊，涂在一个纸上，我教你做，很简单罢了，不难。他们两个陪我坐到洗澡，他们坐在那个沙发上看我。昨天做，昨天呢？今天不是拍底的。我拍晚上好啊。哇！你们两个玩的，有两个影片一起又怎样？开心吗？吓到我哎！我厉害，我可以做蛋糕。他做的成分跟你做的成分有多少？好了，我们直接一个小惊喜啊！一个小惊喜。对了，我吃，一个小惊喜。显得很没有用耶，我没有准备任何东西。哈哈哈！哎，小零食，哇，你们的 Linkin K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蛋糕，这字也不是你写的呀。什么？还有八个 love， 哇，真的耶，恐龙耶！哇，你看是恐龙吗？我有没有瞎？恐龙一定不是你做的。小惊喜要来了！眼睛，还要干眼睛，我都闭开了。什么？看眼睛。常有亲手做。这边是我老师做的，送给我的。我就讲哪里磕。其实我叫做爱心的，你看我的爱心今天是什么？我就讲哪里磕呢？而且我设计可能不一样。为什么？我买两只孔在这上面的，坐到后面我发现不够位置，我就放下面了。但是我觉得我的设计感没了，慢慢的。你哪里来的自信？Oh my god， 限量是什么？这个口味是你喜欢巧克力哦。这我叫 strawberry 啊。他加的我吃 strawberry。但是你又不喜欢 strawberry。他加我吃 strawberry。狗屁事啊，做蛋糕帮我。哈哈哈哈哈。我的喜好都不懂。不然我也觉得我做蛋糕十分给他分，作为八周五年的一个分数的话。5个小时哎。哎，你不要看这一颗，这颗他做，他只要做1000多粒蛋糕以上，你叫我跟他比。9分啦！你9分了喂，他9分了。他第一次做蛋糕给我吃哎。Yes， 今晚可以 happy happy 哦。哈哈哈哈哈。
这里。这是书生跟我在一起半年以来哦，有最高分的一次。喂，很有心嘞。然后他还是很吓到，一下跟我差不多快两年嘛。总结就讲，我第一次看人家认真。哎，你跟他两年，我跟他半年啊，第一次这样认真。哎，你看有内裤吗？哦，应该不会啦，太高而已嘞。祝常有书生永浴爱河。开心，老师做的。以后叫我九分的男人。你呆笑。